婆家带的大金，我婆婆、我姑姑还有摄像的，我们一起去干活，走。我今天就负责拍摄，不干活啊。不行，必须干活，不干活走不了了啊。就在这干活，今天不能回。可是回单就啥了啊？哦，对，回单就是你也去了做的。邻居赢你，没法还这坐着。他会不会接人呢？不要紧，他整个走不过。哇，这算下坡了，菜了。那下头用的字典。嗯，那白鸡盒放下。凑古董，凑下头用的字典，凑。哎呀，不是，坐着没？这爸也舍得让他。爸，完了你还想把他出去走个，出个下坡儿。有没有？也。哦，变成豆腐，豆腐啊，我腰包长得好。这地方在这种瓜子吗？这个是吧？拿起瓜子。嗯。来，我能递上两下。能递上，俺个丢呀。不行，我只能递上一下。哎呀，走，快走。在这里，看着。嗯。欢迎姐姐，欢迎姐姐，欢迎姐姐。这不是你，不是自己干。我这不是陪着呢吗，大哥？来画啊，我陪你干。不了。那还是拍吧。够了，还是你技术不咋地。又有，吓死了！你还干活嘞？不是要扬名不干吗？你随便找我。你随便找的，弄点钱也好的。看看，我上学时候用的箱子，看看里边，现在都不好见这种贴的这个唱戏的这个纸啊。我想给陈，我想给陈古董讲的，古董，来看看呀，看看，见过吗？古董的，都坏了，快走啊！会不会走啊？让他走一个。哎，怎么断了？这是你妈妈小时候玩了的。这是我小时候骑的，那坏了，准备扔了。儿子见了要坐一下，你看。能动了吗？能坐吗？那能骑吗？哎。上哪？割了，拉一下都割了。割了是？割了就是。是古董吗？是啊，就是复个米，复个米，复个豆儿的啊。你过来给他帮忙来了，串门来了的。串门来了。看一看，还没谁都好嘞，谁都好了，你的串门吗？你告诉你要，那咋买一点俺好些？不买好些就给没干的好了。没干就提干了。没干就照进了。没干就成了就。本期视频就到这儿。过两天我带大家再看一下我们改造后的成果，现在正在改造中呢。那今天可确立了，回去要吃大盘鸡。哟，大盘鸡必须有，好好切的。露粉心儿。哦，对，露和露面呀，露粉心儿的哈。露粉心儿的。是吧？露粉心儿的，这是古董的。啥大包？不行，这皮儿毛的。